明星来上菜 ，Selina 包元宝错喊认爸张先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ina，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件非常吉利的事情，就是要包水饺，也就是包元宝。Selina 去年十月完成终身大事，今年是她第一个人妻农历年。过年啊，就是在家。在家配合妈妈，夫家体恤她在复健中，阿丁自己回彰化，让她留在台北娘家。今天 Selina 就和认爸父女俩一起包元宝。哇塞，糟糕，这第一个是失败的。这我觉得我挺厉害的。那你厉害，你厉害。Selina 把元宝放在红纸上压压。红的，是吗？蓝色的啦。搞什么啊，你们这些人。两人一开始就各自落菜怎么行？还好认爸很快就扳回一城。元宝，哎，还不错哎。开玩笑，成那样子啊？没有三娘山，怎么可以上娘山呢？那你这个锅接起的，你这个锅接起的。刚刚不是，刚刚是先做个错误示范嘛？是说 Selina， 你还有脸嫌认吧？边边都是菜，我这个，我认假，我是特别的饼皮，我是菜蔬菜饼皮。厉害了吧？不过包个两颗饺子就精神错乱了。哎，你慢慢包啊，张先生。我的感觉张先生。任先生。Selina 喊错昂，立马绕跑去答应宠物情缘。新衣花了你多少钱？知道啊，谈钱就俗气的，我们这种不谈钱的。宠物情缘不是今天重点，他再回来关切默默在包饺子的认爸。包几个啦，老任？来一个了吧。好，多包点啦。结果整盘几乎都是认爸包的，水煮开后赶紧把饺子丢下锅。耶，滚了滚。好，你靠边。这包加短，这短的呀。我做错什么？是荣熙做错什么？皇上，谢谢您赐给若曦这颗元宝啊，好吃，也真的好吃啊！事事顺心，平安健康。苹果娱乐新闻，若曦保重玉体啊，报道。